位荒野精英安安，我是大喇叭。荒野行动这游戏也断断续续玩了一阵子，最近也会拍一些荒野行动的影片。如果你也是荒野行动的精英，希望你能订阅我，给我点支持咯。今天先来介绍下这次更新了什么吧。在上次与七大罪的联动结束后，荒野五月狂欢月活动进入第二弹啦。第二弹内容新增了光谱速流摩托车重返未来系列，不知道有没有荒野精英抽中呢？分享一下跑起来的感觉吧。荒野狂欢月持续一整个月，前面有些活动已经截止，不过后面还是有很多值得参加的活动。看看这个活动日历，最后还有 CHAMP 日本官方总决赛，而今天更是有东日本王者决定战的比赛可观看，记得观看领取奖励哦。另外提醒荒野玩家，记得5月20日晚上，所有线上玩家每隔15分钟会获得一次线上福利，可以获得特训勋章、高级军需勋章、任务直通卡等稀有奖励哦。而本次更新是比较小的更新，针对系统、战斗和美术效果优化。美术优化部分，优化激战远远地图、树木资源和部分房间室内的明亮度，优化了前阵子玩家时装在大厅会发黑的问题。战斗优化部分，优化在命中角色时候的音效，降低撞击时玻璃材质的音量。系统优化部分，观战界面新增好友增添功能，可以在社交观战位置中进行设定，观战邀请中不再会出现被拉黑的玩家。通往赛季达到光辉上将次数展示优化，通行证兑换界面可以批量兑换，升级通行证后参与任务奖励可以一键领取。以上就是关于本次更新的优化， bug 修复的部分可以自行到游戏公告观看。接下来分享一下荒野共研室的内容，接下来会针对社交功能进行升级，像是在玩娱乐模式或是经典排位，可以在好友列表具体查看好友的游戏状态。另外会先优化的内容是战斗内的组队聊天，现在游玩时如果死掉后只能和队友语音聊天，优化更新后玩家也能打字聊天或是发出快捷短语。再来优化战斗内的组队聊天显示，每次都要点开才能看到打字内容，之后也会改成不点开可及时看咯。更加简洁高效的商城，由于荒野推出的东西越来越多，日后优化会新增搜索功能，输入名称可以定位到具体物品。另外也去掉商城中那些可爱冷酷的风格标签，也会对商城重新整理排序功能，让荒野玩家在商城使用上能更便利。再来是荒野玩家的激战原野迭代说明，目前天空的迭代已经完成，接下来会进行的就是树木资源和房间内的明亮度迭代，后面预计还会有海水资源进行优化。不过说来说去，喇叭目前更期待的是之前官方推特发的联动文，关于五等分的新娘的联动合作，当时引起一阵讨论，但官方很快就将文章撤下，只剩下当时的截图，希望能有合作啊。以上就是关于荒野行动更新内容和荒野共研室的未来优化内容，我是荒野行动精英大喇叭，我们下期见。Breaking news. Police have targeted the suspect at the Core Crystal Element Theft. Gaia Network. Ready. Detective Team 2. Ready. Action coordinates. Confirmed. Good. Let's go! When will you realize this is just a decoy? We should ask you the same question. What? Put down the Core Crystal. Hands up!Because you've been caught with the crystal. Damn it! What bastard did this? Better to be a bastard than a fool. It's time to wake you up.